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众生无边誓愿度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好，请放掌。加八归三十二页。好，咱常讲这个金刚经讲哦，这个。师父提问世尊啊，是不是有众生会当相信这个啊《金刚经》所讲的经典呢？那么世尊讲呢，啊，你唔好安尼讲，如来在灭度了，就算讲在最后五百年呢，那么只要有持戒修福啊，那么对这个坚固的当产生信心啊。所以这个藕益大师注解讲呢，持戒修福有智慧。啊，那么三种的条件呢，就当相信的这个金刚经啊。那么持戒修好有智慧呢，那么就当呢啊得到这个无量的功德啊。那么咱看这个三十二啊，倒数第四行讲这个有智慧啊，有智慧呢啊，有智慧者了知生法离有空故啊，生就是众生啊，法就是一切法啊。对，咱讲心空、众心空、甲诸法空啊。那么有智慧的人会当了解啊。知心空者，即是无五蕴顶相啊，无五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无即个相啊。那么这个是了解众心空啊。众心就是咱六道的众心啦。六道的众心呢，拢无实性啊。众缘所合，因缘所生啊。所以伊无即个实性啊，像咱讲咱身体共款，咱的身体嘛无实性啊，亲像咱拜佛咧，咱讲爱发即个菩提心啊，咱讲发菩提心的时候，想讲一切众生咧，咱伫念佛拜佛，一切众生拢甲咱做伙念佛拜佛啊。有的人讲安尼，用安尼发菩提心吼、来念佛吼、想讲甲一切众生念佛，感觉安尼啊。一方面啊，爱观想啦，哈，啊，一方面啊，真正想有呢，感觉讲这个啊，对咱幸福烦恼呢，有一些帮助啦，哈、啊。所以咱伫遮，咱讲念佛的代志，咱念佛啦，就是讲，咱伫遮用的禅师念佛，甲一般啊，拍佛七是无啥共啦，哈。啊，这个代志是安尼发生的，就是讲呢，有时安怎发生的，哈、啊。阵拄来养德禅寺的时阵，十几超十五六年啊嘛，拄来人少嘛哈，啊人少，所以呢，若要办佛七啊，也要搁一直念佛，一直拍地经哦。安尼来讲，这个人迄个法师嘛无济啦哈，那么也非常的忝啦啊。像较早你文殊讲堂的时阵啊，早起早课暗课卖讲，你咧八点九点十点啊，头一支香。绕佛了就静坐，我坐嘛三四十分哈。第二支香就开始一直坐啊，第三支香嘛搁坐哈。了下晡两点、四点、五点哈，两点、三点、四点、五点安尼，嘛是坐一支香绕佛了坐四三四十分了。第二支香就搁坐，第三支搁坐。坐到尾啊，刚等法师讲哦，这比禅师较忝，禅师搁会当跑香啊，对吧？你若去拍禅师会当跑香，对吧？啊，
啊了呢，哦，大家拢念较少声，念较无声就对，哈、哦。所以来到仰德禅师，我就想讲哦，如果安尼坐，大家嘛拢动袂掉，就开一支香拜佛，哈、哦。啊，开始要拜佛的时候呢，想讲要拜啥呢？就拜迄个善导大师的这《往生礼赞记》啊。啊，开始拜的时阵呢，就拜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阿弥陀佛。然后呢，无量寿佛、无量光佛、清净光佛、智慧光佛，安尼十二光到最后超日月光佛，安尼哈，就安尼拜，哈、哦，就拜安尼十二佛啦，哈、哦，这是一个过程啦，哈、哦，拜十二佛了呢，啊，又过来，这个是善导大师的《往生礼赞记》啊，哈、哦，后来呢，就个讲是讲忆佛念佛，啊、哦，是讲咱念佛的时阵爱想佛，啊、哦。迄个时阵想啊，想讲呢，啊，咱即摆心中有阿弥陀佛，我咧想佛，亲像老母想囝，囝想老母安尼，我念阿弥陀佛就想着阿弥陀佛，哈、哦，像咱念啊，想咱老爸唔免念名嘛，想会到，哈、哦，比如讲你老爸叫阿仔，你唔免叫阿仔啊，你讲你叫阿爸叫阿仔，无啦，哈、哦，你干那想老爸就想着，啊，你若想老母，啊，你嘛想着，想着就想着，哦，迄阵呢开始就是讲。变作忆佛念佛啦，啊，甚至讲想讲啊，免念佛嘛，想会到啊，啊，想阿弥陀佛就是敢想恁老母，啊，嘛无念名，啊，像我讲有当时啊，咱袂记迄个人啥物名，咱嘛知影迄个人，啊，啊，就去隔壁，去挖过来，去打迄个安尼，啊，咱嘛知影迄个人，但是你都毋知影名咧，啊，你但是你想讲迄个人，你嘛想有咧，啊，啊，迄阵想讲啊，咱念阿弥陀佛，奈无都想甲安尼讲，你都。会想阿弥陀佛，要想就想有安尼，哈、哦。那么这是一段过程啊，哈、哦。后来呢，看到这个普贤菩萨是大愿王啊，哈、哦。看到讲这个，那如果修这个普贤行呢，或普贤菩萨是大愿王呢，临命终呢，这个哈、哦、普贤殊胜行呢，就咱个人接引去上求世界，哈、哦。所以咱拜佛了后呢，开始就讲这个爱发的礼敬诸佛。啊、哦，这是第一版啊、哦。第二版的时阵呢，开始讲呢，是讲不是干啦，我咧敬诸佛啦，啊，佮有一切众生啊，哈、哦、嘛，对咱来咧敬诸佛啦，那完全借助啊，有没有殊胜啊？哈、哦，这是第二版的。那即摆已经进到第三版，因为第三版是安尼呢，就今仔所讲的，是定调，定这个调呢，就是讲，咱讲哦，我要观甲一切众生拜佛，咱想袂出来。哦、所以咱即马就要哪想第一，哈、哦，想讲我的身躯内底老的是来老爸的血，我食老母的灵，我身躯都有老爸有老母，对不？所以咱拜佛老爸老母嘛，甲咱去拜佛啦，哈、哦。那么咱食众生吧，咱身躯有鱼啊、鸡啊、鸭啊、鸟啊、火鸡，哈、哦，上次可能无食，蛇啦，啥物众生拢伫咱的腹肚内底，完全借助拢伫腹肚底。啊、哦，所以讲咱拜佛是讲，啊，老爸老母伫咱的肩胛头，哈、哦，那么呢，子孙是谁？咱的心肝头，哈、哦，完全借助咱的腹肚底，哈、哦，啊，咱若拜，伊就拜，无讲想袂出来，一定想会出来，因为咱的众生的身体拢是靠别人甲咱生，所以咱身躯内底有老爸的血，老母的灵，搁有祖先的 DNA， 啊，子孙嘛拢甲咱共一个 DNA 啦。哦、所以呢，这个内底，咱这色心内底都有众生。那么依照《梵网经》内底讲，咱拢是用众生的地支会风做咱的身体。所以咱五阴无我，这个所在讲无我相、人相，咱本来就无我，本来就无我。咱是为老爸老母所生，啊，搁食众生嘛来大汉了呢，搁靠这个地支会风，哈、啊，食水果、食菜。那么这些地主乡拢是过去众生的尸体所成的啊，啊，依照《梵网经》来讲，那么这些菜啦、果子啦、吼、土豆啦、番薯啦，这拢是众生的过去的血肉、地主血风啊，所以咱吃了嘛，变作咱身体内底真侪众生。所以呢，你也想着安尼是自然，咱去拜佛众生就对咱拜，哦，啊，想着这个积攒，积攒的时候就是讲。咱若要甲愿共诸众生吼，往生安乐国吼，还是讲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我拜佛的时阵呢，嘛众生甲咱拜吼，那么咱念佛嘛，众生甲咱念吼，就亲像这个净行品内底讲，
说咱啊，又绕于塔呢，当愿众生呢所行无逆啊，成一切智啊，就是讲，又绕于塔成一切智了哈，伊的所行无逆，无违背佛法了，爱当行一切地啊。绕塔三匝啊，当愿众生啊，勤求佛道，心无懈歇的精进来求佛道，啊，心莫懈怠，莫休困啊。那么呢，这个。咱若上经这个正心明讲，奉诵经时呢，当愿众生呢，啊，这个顺佛所说呢，总持不忘。咱上经的时阵，咱是讲众生嘛，甲咱上经哦。所以咱即几工讲，比如讲你开始早可念阿弥陀经，哈、啊，咱开始拜三拜，自归依佛了，当愿众生，所有众生拢甲咱做礼拜啊，啊，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，所以为拜三拜开始，的众生拢甲咱来做位。啊，赞佛的时阵，上经的时阵，哈、啊，众生拢甲咱做伙，哈、啊，这是正心品啊，为透早，啊，这个睡眠食物当愿众生啊，一切自觉周顾十方，到最后最好以时寝息啊，当愿众生啊，这个身得安隐，心无动乱，哈、啊，身心拢安稳。那么就是。文殊菩萨讲啊，咱如果菩萨呢，哈、啊、善用机心呢，就当得到一切圣妙功德，哈、啊，受这个正行品呐、啊，哈、啊，伊就是有这个功德。那么一般咱受正行品，咱要去甲做回来，哈、啊，还是讲背记袂起来，迄、那个平日用了对。啊，咱记袂起来，敢那较早讲过了，是讲记袂起来，拢念阿弥陀就好啊，哈。就是讲，咱其实咱上经来想讲，当众生拢甲咱上经，咱绕佛啊，是讲法界拢咱的身体，众生拢对咱行，对不？啊，咱拜佛伊嘛对咱拜，哈、啊，所以第一层想讲，这个身体呢，拢是众缘所生，拢是众生的地主血统，拢有老爸老母嘛，完全借助，甲咱做位直接拜。那么安尼拜的时候，你就想这个众生呢，你要接受这个众生，你就阿多。哦，我都去接受。第二层，咱讲伊个意思是讲，那如果伊叫唯识学，讲哦，顶圣眼升天嘛，哈、哦，人心恶鬼附啊，旁生膝盖离，地狱脚板出，就是讲，咱老王星使用叫世界第八识位头啊顶出去，哈、哦，那位宝珠出去就是天道。如果位心肝出去呢，就是人，后世人个做人。如果位八道出去了，就是后世人做魔鬼道。如果位卡达夫修呢？就是去跳绳道，如果呢，这人去对地狱哦，规身躯拢冷透，只有脚底烧烧，迄就是去地狱。所以呢，咱这个胃身躯当中，就有通往这个六道的这个门户，有这个门户去六道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咱老胃万不哩，即马往身胃脚底啊出去就是刀山剑树、油坑灰顶，对不？废死地狱、河山地狱，就是胃家出去嘛。哈、哦，如果今仔位卡达夫出去，就是加条二条，哈、啊，低点屠宰场，是不是？为遮出去。如果为即卖为八道出去，是毋五鬼道、红山、红高、野岭内底呢？无数孤魂野鬼，即个众生，都为八道出去呢。所以呢，咱即个身躯遇到六道的门户，就在咱的心中呢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咱拜佛的时候，你是讲卡达夫嘛拜，八道嘛拜，卡底嘛拜。啊，参一下这个，咱去脚底出去的刀山剑树、油顶花溪，参看会消失的。啊，脚底夫出去的，啊，咱后世人的，即个牛条、鸡条，乃至讲这个受苦的刀点，哈、啊，这个地点内底屠宰场内底，是不是参会当消灭的？哈、啊，那么所以呢，那安尼想呢，为这个来讲，咱六道的门户拢是为这出去，所以一个。就这个身体来讲，咱这个心呢，就包含六道的众生。拄啊讲众缘和合所成，咱的身体。第二呢，咱这以为说下讲，这个所在若是位倒去呢，就马上变作别一道啊，哈。所以讲过去的祖师讲，人六道拢是人去做的，哈。啊，看咱安怎做，啊，若无小心位啊去，啊，就是变作六道啊，哈。所以在心来讲呢。咱这个想这个六道呢，啊是会当如果用安尼思想来去思考呢，啊，你会当想着讲，安尼真正咱若行路，咱若念佛拜佛，众生拢甲咱对调调，
吼，完全这个主拢对条条。咱食诶种生肉拢在咱诶在身体内底啊，做咱诶细胞，做咱诶组织，吼、哦，当时要病变，当时要变肿瘤，毋知呢。吼、哦，所以咱想讲啊，所有一切众生，咱若咧拜，伊就拜；咱若咧念，伊就念。啊，当愿众生，咱若行路，伊就行路；咱若食饭，伊就食饭；咱若降佛啊，伊嘛对咱降佛。哈、啊，咱若发心扫涂骹啊，七大殿，伊嘛甲咱想讲这个啊，七大殿呢，这是这个为身体上来讲。那么第三位心来讲，咱这个心呢是具足十法界，哈、啊。那么咱心十法界拢在咱的心中，拢在咱这个一念内底，哈、啊。所以为身体也好，为心也好，十方的众生实际上拢甲咱做伙，只是讲咱无发菩提心，哈、啊。咱一天为头甲暗拢无去想着众生，无咧想着过去的祖师讲爱念父母恩啊，众生恩啊。啊，无来念地狱苦啊，发菩提心啊，那一般是一天啊，噶毋是这个菩提心真少，非常的少哈、啊。那么所以呢，如果常常会发菩提心呢，这个烦恼自然会少啦。啊，就像我较早看《金刚经》，讲啊，因何应诸因何含何其心嘛？啊，结果看因何含何其心，啊，看到讲菩萨若要含何其心，就是爱发。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拢要解脱，哈、哦，乃至两界无余涅槃来解灭度智，灭度遮侪众生，无众生可度。阿菩萨阁未使有五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表面看起来时阵，若感觉讲也无教你安怎去灭烦恼，对无吼？也无教咱安怎去含糊其心。啊，我生气也要安怎？啊，烦恼要安怎？我放不下要安怎做？敢若无甲咱讲这个代志呢？啊，后来有一天我就想到讲，哦，原来啊，嘛不是讲感悟，嘛不是讲震撼，我想啊，原来人金刚经就是讲，咱烦恼遐无什么重要的代志吼，咱即摆应当是发菩提心，要成就佛道是第一要紧的代志。所以最根本的，你若发菩提心了，迄其他的什么烦恼啦，我病苦啦，阮孙安怎啦，阮囝考试袂调啦，啊，安怎，迄拢是小可代志呢。迄是拢无讲介要紧诶代志，咱来当成就佛道，迄是上要紧。那么，若如果有发着菩提心，像拄仔讲啊，吼，如果念父母恩、念众生恩、念诸佛恩、念地狱苦来发菩提心者吼，那么即个其他诶代志拢变作无要紧，吼，拢是无要紧。所以安尼，因为有菩提心诶，遐烦恼自然就会含糊。那么另外，因为咱菩提心广大，咱会去慈悲众生，会去怜悯众生，会宽赦众生。那么自然呢，咱感觉会刺激的代志，啊，烦恼的代志，那么拢感觉讲无重要。啊，甚至有人讲，是咱那种喊咧拜迄个恒顺众生的吼，啊，喊咧拜，因为拜到时间来，拜到恒顺众生的较少，所以咱今日就拜恒顺众生嘛。恒顺众生就是讲，一切诸生分呢，拢是因为众生，所以有大悲心；因为大悲心，所以有菩提心；因为有菩提心，所以生定正觉成佛。所以诸佛呢，拢是照着菩萨呢，哈、啊，以大悲罪呢了益众生哈、啊，所以才会当成就这个菩提的慧果哈。啊，所以拢诸佛拢感谢众生。那么咱今日嘛是同款。恒顺众生就是咱感恩众生，哈、啊，互咱快乐的，互咱悲伤的，哈、啊，甲咱帮助，甲咱阻碍，甲咱伤害的，咱拢感恩呢，伊是成就咱佛道的这个因缘，哈、啊。那么咱也常常咧拜，也是讲啊，所有一切众生拢好，咱拢希望伊去往生极乐世界，哈、啊。那么这个是广大咱的这个菩提心，哈、啊。所以菩提心呢，啊，咱讲第二版的到这。想着讲甲众生哈，第一呢，就是刚刚想讲我要修十大愿望啊，我家己来去，卖阿弥陀佛安尼哈。那么呢，我家己发菩提心，后来我想着讲啊，应当爱拜佛的嘛，爱有想着众生，老爸老母啦，完全这组，甲咱做伙拜。但是迄阵啊，讲要做伙拜，咱实在是想无啦，哈、哦。有人也感觉讲啊，敢若讲想观想众生吼，甲、哦、咱做伙拜，是要为倒想起呢？啊、哦，所以咱即马在讲，或者咱就为这身躯想起嘛，哈、哦，身躯咧有老爸或老母的灵，
啊嘛，祖先的 DNA 哈，啊，佮完全制住，食种生肉拢伫咱的身躯的组织细胞哈，脚大夫有即个特性，脚底有地噶，所以呢，咱啊振动的所有的拜，所以这是顶界拜龙吼，是我咧想着讲，奇怪吼，你若讲以即个威胁下安尼讲吼，咱的身躯拢是六道呢。啊，所以咱来外讲啊，我咧拜梁皇啊，所有六道的众生拢给咱拜，拜这梁皇忏啊，吼。啊，你拜梁皇忏的时候，你一直拜，啊，想讲众生拢对咱拜，乃至脚大夫啊、啊腰啦、啊脚底啊啦，吼、啊，就三宝道的众生嘛，是拢给咱安尼拜。那么因此咧，你安尼就当把这个众生捏在这个心中，吼、啊。所以咱今仔确定讲，讲。把众生捏在这个心中，过咱做一拜，咱就为这个色心来这样的讲哈。所以这是这个算讲第二半到圆满哈。今仔突然间搁想第三半，就是吼，咱即马搁想咱念佛的时阵啦，咱拜佛的时阵啦，南无阿弥陀佛哈。那么咱就想讲呢，咱入于阿弥陀的弥陀愿海，在阿弥陀的这个佛光普照之下呢。咱甲一切众生、父母、师长、完成这组一切礼敬诸佛，那么呢，接引阮去叫世界，哈、啊。这第三个就是搁加上这个阿弥陀的大愿王，哈、啊。所以，咱大家念佛呢，念南无阿弥陀佛呢，就进入阿弥陀的大愿海当中，哈、啊。在阿弥陀奉公呢，普照之下，咱呢。因为咱在经典内底讲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哈、哦，所以咱今仔在阿弥陀佛的慈悲庇佑之下，哈、哦，弥陀的愿海摄受当中呢，咱直接拜佛，哈、哦，咱是加在佛祖保庇呢，所以咱才会当直接拜佛呢，啊，无咱唔知死到位倒去啊，无一定啊，有人讲啊，为什么学佛了安怎安怎，哈，那依照过去的祖师讲，是加在有拜佛了，无唔知位倒去嘛，唔知。吼、哦，啊，那个万叹讲啊，之后拜佛了，那拢也袂顺利，也袂感应啦，吼、哦。咱拜龙禅是讲啊，讲今仔日你若无拜佛，反正早就死啊，吼、哦，半路就唔知走位倒去啊。啊，那因何过来万叹讲这个啊？咱拜佛嘞也无感应，也是讲这个，吼、哦。所以讲这个，就是讲咱第三来讲啊，想讲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呢，那么这一切众生呢？甲咱自己呢，拢在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海当中，入去阿弥陀的大愿海。那么在阿弥陀呢，奉公摄受之下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来讲啊，我想无众生，咱念拜佛的时候呢，啊，比如讲我要忏悔业障，吼、哦，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咱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咱想讲阿弥陀佛公普照之下，啊，这个弥陀愿海摄受当中，啊。那么我带着我的老爸、老母、皇亲祭祖、子孙世世，哈，拢在我的身上，安乃至地界五鬼畜生，来拢忏悔业障，哈、哦。那么拢会当往生极乐世界，哈、哦，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咱总结呢，就是讲，咱拜佛的时阵呢，有三个重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就咱自己来讲，哈、哦。咱呢，我持普贤殊胜行，无边胜佛皆回向啊！普愿成立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就是讲，我本身修这个普贤殊胜行哈，啊，无边的幸福该回向啊，普愿定力诸众生啊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呢，就是讲我今仔要学习菩萨，我要修这个十大愿王。我要为礼敬诸佛称赞如来，乃至行顺众生普界回向。那么这是我家己的愿，哈、哦。所以拜佛的时候，第一咱提起咱家己的愿，我要礼敬诸佛称赞如来。第二就是摄受众生，啊、哦，摄受众生呢，在咱的心中，在咱的心内，啊、哦，跟咱作为修行。咱若拜佛，伊就拜佛；咱若绕佛精神呢，伊就绕佛精神，啊、哦。那么这是第二。第三呢，咱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海当中，啊，佛光的摄受之下，咱在这念佛，所以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
就是在入这个阿弥，我咧入这个阿弥陀的这个大梵海，哈、啊，啊我呢啊要这个呢，在佛光的普照之下，那么甲我的父母呢完成这组呢，那么一同呢伫遮啊拜佛念佛啊，忏悔业障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讲这个三个这个重点啊，所以咱即马用较明确的啊，明确的。就是讲，咱讲我念礼敬诸佛啊，那么想讲，即个一切众生拢甲咱定咧，那么爱回到转来同款的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就是讲我拜佛的时阵咧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我那是比如讲啊，我要即个长水佛学啊，咱就想讲啊，我会完成这组老爸老母啊，甲一切众生拢去使用叫世界合佛，那么呢？三个重点，第一呢，我本身安尼要去叫世界合佛。那么第二啊，甲这众生咱可能做一拜啊。第三呢，祈求这个佛呢加持摄受啊，护供普照。那么咱拢入这个阿弥陀的大愿海当中啊。那么这三个咧爱同时祈求啊，三个同时祈求。所以咱讲有。拜佛这三个重点啊，就是这三个重点。那么这三个重点呢，咱也会当直直安尼想呢，啊，那么就是讲咱一个不管咱拜佛念佛，咱拢是这个同源众生啊，甲咱修行啊。那么咱又搁讲呢，这个是就是讲咱对这个啊佛的这个性格啊，对这个一时境界呢，如来藏一经发界的这个性格。境界就是讲，咱心佛众生是共一体，共一体。咱讲观世音菩萨念经圆通啊，到尾啊生灭寂灭寂灭现前的时阵呢，观世音菩萨怎讲？向上甲十方诸如来呢，拢是共一个资历啊。向下拢甲这个六道一切众生啊，拢是共一个比用。那么简单讲，就是甲诸佛啊，甲众生拢是共一体，拢是共一体。那么咱讲啊，这个偶遇大师讲呢，咱那是以这个圆顿教做性盖呢，啊，这叫做无文会，文思修的文会啊。那么听过这个文会了，爱去思维叫做思会，得去思维，常常修嘛哈。即、啊、马听着讲，哎，咱即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，咱共一体。那么观世音菩萨也是正，咱讲信解行正。观世音菩萨，伊是根源通到尾迄个所在净，净着啥呢？净着呢，上意十方呢，诸佛如来共一个资历啊。那么下意这个六道一切众生哦，共一个比用，就是讲，咱拢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呢，拢是一个心性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呢，迄阵啊，对当三十二应身啊，千手千眼，那是伊净的时阵，净着咱讲。信盖行净已经到观世音菩萨已经到净，根源通已经净了。净到迄个所在时阵，伊会当甲诸佛共心，伊嘛会当呢了解众生的需求。所以呢，千处祈求千处现，啊，伊就会当做这个神通的妙用。那么这是伊达到这个净的，净到这个共一个心体，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时阵，伊净。那么咱即马是为性盖，哈、啊，咱无形无净，对不哈？所以咱性盖呢，我为大师讲，这个性盖就是叫做文会，哈、啊。咱今仔听到这个道理，我是阿弥陀心中的众生，阿弥陀是咱心中的佛。实际上，咱跟阿弥陀是共一体，啊，所以咱三十四念讲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嘛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啊。迄就是讲，这个体性拢是同款。那么，咱由这个性界这个体性开始呢，咱在这个性界这个体性当中呢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咱由这个性界了后，咱是讲我跟阿弥陀拢是同体，哈。因此呢，我希望得到阿弥陀的一切功德。那么下化众生，我希望一切众生拢跟我往生极乐世界，阿妈跟我共生佛道，哈。这就是。咱因为性界这个体呢，这个体呢，就是咱顶刚讲的，讲这个，哈、啊，我把这个阿弥陀佛呢，
四字啦，伊甲分做吼，佛的四种的功德。南无呢，阿弥陀佛，这个阿字呢，就是清净平等、不生不灭的发心点。阿就是无生嘛，无生就是清净平等的、不生不灭的这个发心点。咱讲菩萨呢，报无明净发心，这个发心点。佛字呢，就是呢。一切智慧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般若的法界智慧。那么呢，如果陀字呢，就阿弥陀呢，啊，这个等尽这个两种生死、分段生死、变劫生死、了脱生死的这个解脱的啊，解脱的。那么弥字呢，我就甲解释讲，这是阿弥陀慈悲呢，救度众生的恩德。阿弥陀以伊的愿力、伊的名号、慈悲的愿力来庇荫众生，吼，即慈悲的恩德。咱一般讲佛的功德是个三德，如果佮加一个恩德呢，慈悲众生即个恩德，吼。那么呢，简单讲就是叫做四种的德，吼。所以阿弥陀佛就是代表四种的德，吼。阿是不生不灭的发心德。弥呢是慈悲众生的恩德，陀呢是这个解脱生死的这个解脱德，佛呢是呢这个成就智慧的这个法界德，啊，所以咱若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咱想着佛的四种的功德，啊，发心德、恩德、解脱德跟这个法界德，那么这个德呢，拢跟咱众生心是共一体。咱众生都有一个啊，咱嘛有发心，嘛有解脱，嘛有发者啊，就是咱讲盂兰盆经嘛，同款，自性内底就发心德，就解脱德，发者德，对吧？那么咱的体是跟阿弥陀拢是同款啊，所以众生来讲叫做自性的三宝。那么咱相信这个哦，咱希望上求佛的这个功德，下化呢一切众生。那么。观世音菩萨是以性界形成，以证到这个共体的心性，叫做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那么咱即马开始的性界呢，这个一时境界，地藏菩萨讲爱性界一时境界，一时境界就是众生心，就是如来藏，如来藏得这个功德，有解脱德，有法界德，啊，有发心德，啊，然后会当慈悲众生的恩德。众生心有，那么咱性界一个性界了后，叫做文慧，文慧，文慧了后，咱透过点点思维，啊，叫做思慧。思慧就是讲，亲像咱即摆已经知影，我应当安尼做。我念阿弥陀佛，就是爱在阿弥陀的这个佛光普照之下，入这个阿弥陀的大愿海当中。那么，跟一切众生来礼敬诸佛，来忏悔业障，大家拢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么因为呢，这是文殊菩萨讲，咱不管做啥，拢爱动愿众生，动愿众生啊。所以菩萨讲，六祖菩萨善用其身呢，积蓄一切善妙功德。咱也时时刻刻为透早甲暗拢发菩提心啊。这是这个《华严经》的这个啊过去的这记载啊，这祖师的记载啦，讲过去这个玄奘法藏大师哈。啊伊做囡仔诶时阵啊，有一天为即个西天来一个三藏法师啦，啊，那么即个玄奘法藏大师做童子诶时阵，做囡仔啊，阿未出家诶阵，那么有人甲伊讲讲诶，要求对即个三藏法师求菩萨戒。那么呢，人就甲介绍讲，即个囡仔，即个童子啊，啊，玄奘法藏诶大师。阿未出家做囡仔，想讲，这个囡仔会晓背《华严经》呢，过晓精通呢。啊，印度来三藏法师讲，惊一个讲，啊，会晓使用这个《华严经》，佮了解《华严经》的意思，安尼就唔免来修菩萨戒啊。伊讲，若是会当修持正行品呢，啊，就是具足菩萨戒，啊，就是如果会当修持这个正行品啊。那么伊就是具足菩萨戒，免修菩萨戒啊！哦，正行品就是为咱拄仔讲的，
透早菩萨在家的时阵安怎，穿衫的时阵安怎，洗面的时阵安怎，看到花拢当然众生，看到树啊嘛当然众生，看到人种菜嘛当然众生，看到人呢啊爬楼梯嘛当然众生，咱行官路嘛当然众生，咱落街嘛当然众生，啊，那是为透早天光啊，到暗时啊困啊，拢当然众生。那么就是讲，咱一天内底，一天内底拢有菩提心嘛。那么，这个印度来三藏法师讲，乃当修持这个正行品德是有具足菩萨戒啊，啊，唔免修菩萨戒。意思讲，诶，玄首法藏大师做囡仔的时阵啊，伊就要还经过通达这个经典啊。那么，这个印度的三藏法师呢，才惊起来讲，哦，竟然有这样的囡仔，这种的囡仔，这么厉。那么将来一定会当呢，哈、哦，这个护持佛法啊，离个众生啊。那么伊主要讲着讲，那是修正行品，就是发菩提心嘛，啊。那么呢，那发菩提心就是叫做具足这个菩萨戒嘛，啊。所以《法蒙经》讲，讲你是未成佛，我是已成佛啦，啊。常作如是信，戒品以具足啊。咱想讲，咱就是佛，我要做甲佛同款的行为。那么起甲佛同款的心念，啊，所以咱讲即马是为性戒，性戒了后叫做闻慧了呢，思慧，思慧就是咱即马开始拜佛嘛，安尼想念佛嘛，安尼想，啊，上经嘛安尼想，啊，行路嘛安尼想，洗面嘛安尼想，咱即马要困的时阵啊，希望众生诶，啊，拢会当身心安稳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来拢叫世界，啊，那么咱不管做啥。就是有这个甲这个菩提心呢，啊，合作的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也是会当安尼念，啊，那么为着的文殊修修了后呢，啊，为透过文慧你相信信解了，啊，为着开始去修，啊，修了渐渐呢，拄着境界来去修，啊，了后较有可能像观世音菩萨安尼证，啊。所以这个来依照地藏菩萨讲，咱的性界这个一时境界，一切众生拢有如来藏，这个佛性伊就本来具足无量功德。那么咱随顺这个佛心，随顺这个佛性来思维啊，来去做，那么呢叫做性界啊，然后去思维啊，再来修正啊。那么这是咱这个啊，我讲观世音菩萨是正的，那么咱今嘛呢？是为因地开始文殊，为这个性戒开始，哈、啊。所以咱为念阿弥陀佛的时阵，是讲咱就是跟阿弥陀共体嘛，哈、啊。我要学习阿弥陀，阿弥陀功德我嘛要，哈、啊。我是心做，我要做佛，啊，是心是佛。那么我嘛要下化一切众生，哈、啊。所以这个咱无量寿经内底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哈、啊。那么往生论内底，世亲菩萨讲，要度一切众生去求世界，就叫做菩提心啦。啊，因此呢，在善导大师《往生礼赞记》拢讲，叫做愿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。每一拜拢愿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，安尼就是有摄受这个菩提心嘛。啊，所以咱这个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啊。所以我今仔想想讲，咱支持名号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啊，一般人拢会解释讲无妄想啊，无这个烦恼，袂生气。实际上，咱拿以无量寿经来讲，一心不乱就是一向专念，就安尼嘛啊。一心不乱就是一向专念嘛，你就是专念嘛啊。所以这是咱这个有啥物代志发生个，这个今仔个过程呢是安尼啊。所以念佛呢。啊、哦，拄出家的时阵念佛啦，有人讲爱算数字啦，一两三四啦，甲十万呢。过去的祖师嘛安尼教，啊、哦，近代的律行法师是安尼念，一两三四，因为今日妄想嘛，啊，所以就安尼念，哈、哦。但是呢，念到尾啊，是讲安尼拢咧算一两三四，拢咧算数无，哈、哦。那么迄是为着停止妄想的这种方便，哈、哦。那么后来是讲爱念佛的时阵，哈、哦。咱念佛呢，爱有菩提心，所以呢，就变作讲哦，依普贤十大愿啊。那么要念普贤十大愿，搁要念阿弥陀呢啊，背合起来无讲解好势啊，想了无讲解迄落。所以咱讲今仔日，咱拜到今仔日，甲大家做啊拜佛，
恁伫遐拜，我伫遮妄想安尼。啊，可是嘛，就是啊，啊，甲即个物件来结合。所以我讲一个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个行，对无？啊，信愿行三者拢在一句阿弥陀内底啊。所以过去都是讲一句阿弥陀包含四力啊。阿弥陀佛呢，就是即个发心不生不灭，吼、哦。心佛众生共一体，这就是理体啊。思想当中，即句阿弥陀会当受遍十方去摄受众生，那么众生嘛，拢受遍摄受在咱的心中，吼、哦。所以咱拜佛时阵，就是讲三个重点：第一，咱用普贤行愿，那礼敬诸佛称赞佛；第二，爱摄受众生在咱的心上。如果无我着想啊济，我着讲上简单。老爸老母在咱的肩胛头，子孙是谁？咱的心肝头，凡亲祭祖嘞，拢咱的腹肚内。咱甲咱做拜佛，你就当摄受这众生、啊、那么第三呢，就是讲在这个阿弥陀这个啊大愿海当中，在佛光普照之下呢，咱直接拜佛，解除众生啊，是忏悔业障啊，啊是呢，这个呢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佛啦、啊、那么咱就甲一切众生。得到佛的这个摄受之下，所以咱讲，你也想讲，咱是伫佛光的普照之下，阿弥陀佛的愿海摄受当中的，那么咱就免烦恼，免恐怖，哈、啊，爱心的安稳，啊，心欢喜，啊，来拜佛、念佛，哈、啊，那么，这个欢喜心呢，甲众生来修行，哈、啊，那么保持这个心啦，哈、啊。那么这是讲甲即个咱拜佛的一些即个重点啊，来定调哈、哦。我是无讲概括念佛，我嘛无讲概括来念佛啦。但是我是感觉讲哦，我也是念阿弥陀佛啦，哈、哦。我就是不爱讲，有的人讲念阿弥陀念个啊，反正念到也袂散啦，归起来修别项。我是无安尼啦，虽然无减肥哈。我嘛袂讲啊，我来修别项。我是感觉讲，人过去祖师会当念，咱有啥袂念？啊，咱袂念是因为咱袂晓想，吼、哦，咱袂晓用功啊，啊，咱用唔着方法，吼、哦。那么真侪人在念阿弥陀，无法度得到这个，这个幸福烦恼，是讲伊感觉讲无啥物殊胜的时阵，真侪人拢换，啊，拢换方法，啊，无就是换法门，啊。那么我是较含慢，我嘛袂晓，其他我拢袂晓。我干呐想讲阿弥陀，看会安怎甲念较好咧安尼，吼、哦，就是坚持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个主轴就是讲，你一定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在南无阿弥陀佛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有两种方法，一种咱直接佛节是讲拜佛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就为礼敬诸称赞如来供修供养。啊，忏悔业障，乃至呢，随顺众生，哈、啊，普界回向，是大愿王呢，安尼落去拜，啊，那么若是你家己念佛的时阵呢，念佛的念佛号的时阵，你绕佛还是念佛号的时阵，那绕佛的时阵，咱念南无阿弥陀，是讲所有众生咱该绕佛，啊，修这个功德，啊，那静坐你念佛的时阵，讲十方众生呢，拢该咱去念佛。啊、哦，念佛啦，哈、哦。那么念的时阵呢，我是讲，唔安尼想嘛，是想过笼统啊。所以我最后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阿弥陀四字做一个设定啊，哈、哦。念着阿呢，还想着发心的，不生不灭，啊、哦。念着弥呢，就是讲慈悲阿弥陀以这个愿力周遍十方摄受众生的这个愿力，哈、哦。念着陀呢，就是哦，希望这些众生拢会当离苦得乐。得到解脱的，念着佛呢，就是想着这些众生拢成就佛道。所以我刚讲，就拄好甲咱迄个寄送同款。第一讲，我此佛音遍十方，就是阿字。因为呢，佛本性本来就周遍十方啊，心包太是为量多沙界。咱这个符号啊，如果这个以楞严经来对讲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拢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啊。这个音声那袂周遍法界，哈、哦，羊脂净水当遍洒三千呢，对不？香云盖当呢遍覆炉香乍热法界蒙熏呢，对不？所以色声香味触法拢会当，
咱这音声嘛是叫做实相，唔是音声是音声，是音声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所以这个底句就是阿字的意思。咱念阿弥陀佛，我这个音声当下就是实相，啊，无伊就讲多一项的实相。所以咱头前有讲这个实相对无？实相就是诸相非相，就是实相啊，哈。敢那印光大师讲，那石头下片的，这叫做实相，哈。灯笼入珠的，当叫做实相。为什么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不是实相？哈，啊，你心中的弄着竹啊，供着石头，哈，那么会开悟。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不是实相？哈，啊，这是咱一般啊无了解的人安尼分呐。所以阿字的就是你这念阿弥陀佛这个佛声，就会当遍满十方世界。啊，所以我此佛音遍十方。把这普文福慧真的是讲，伊体第一咧发性内底，伊本来就周遍十方啊。第二呢，伊在作用当中也当吼，一切众生拢听得到，发挥精进，这就是弥字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恩德恩德啊。所以呢，弥字啊那个定做这个恩德，阿弥陀这个以佛号来度众生，伊的音声遍乎三千大千世界。哈，伊个稳定呢，啊，四十八万度众生呢，这个是周遍十方的。那么众生听到名号，拢会福慧增长，对不？乃至咱四十八万内底讲，听到咱免对什么道啊，对不？福慧增长。那么陀字呢，就是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，生净土，了脱生死啊嘛。佛智就是成就佛道度众生啊，所以这他在下时阵不起码想想讲，拄好甲阿弥陀佛四字都会使，会吧对。那么这是安怎讲呢？这是讲，咱若去拜佛时讲，你着要礼敬主，要称赞如来，忏悔业障，拢甲众生来，对不？啊，即马若起名时要安怎？啊，起名就是用安尼。念着阿呢，就是讲我在阿弥陀的慈悲的愿海当中，佛光普照之下吼，咱拢共一个心体。念弥就是讲啊，这个佛声遍满呢，吼，拢有众生听到，离一切众生。念到陀的时阵，是讲大家拢往生极乐世界，离苦得乐。念到佛的时阵呢，是讲大家拢成就佛道啊，哈。所以我讲阿字就是这个心佛众生平等的发心德。弥字的是阿弥陀愿力，慈悲摄受众生的恩德。陀字呢，就是解脱生死的解脱德。佛字呢，就是得到智慧啊，啊，善巧的这个法界德啊。所以四字呢，代表啊四种的德啊，这是我自己拍的妄想啦。所以我是讲，和大家参考啦。你也感觉讲会参考的，就参考啦，啊。当然啦，啊，这是要强迫恁食的呀，啊，所以我讲啊，恁若摕补啊来，我都爱食补啊；摕番薯，我都爱食番薯啊。你若爱食迄个汉堡，我都爱食汉堡。那么因为你拢会摕来共用啊，啊，我都爱食迄啊。啊，那么我即摆我嘛是强迫恁食啊，我若安尼念，你就安尼念；我若安尼想，你就安尼想。即摆袂使客气，来直接讲。我若安尼想，你就安尼想。啊，我若安尼念，你就安尼念，吼。所以就是有一个确定的，啊，敢若讲较一个具象化。所以讲有三意象，三意象。在意念当中有一个相。第一，我是咧修普贤殊胜行，所以我即摆咧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吼。也是讲我即摆咧念佛号。第二个意象就是讲，我摄受一切众生，在我的心中，我礼敬诸佛，赞叹如来。那么这个忏悔业障，也是讲甲咱做伙咧念佛，做伙咧精行，做伙咧绕佛，做伙咧诵经，做伙咧出坡，吼，拢共款咧做伙，吼。那么第三意象呢，就是讲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呢，阿弥陀的这个愿力，吼，咱就入去这个弥陀的大愿海当中，在阿弥陀佛光的普照之下，那么这个摄受到这个佛的，吼，所以这个。重点就三个，就是心、佛、众生，在一念当中同时具足。这念当中，咱要相信佛道；这念当中，要效法众生。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发菩提心，
就是四方世缘，哈、啊，那么就是同一个身体。这个物件是观世音菩萨所证，啊，一门深入所得到。相信这个物件嘛是大势至菩萨依佛念佛现前动来毕竟见佛，哈、啊，见不完，哈、啊，不加方便自得心开，以心开呢，讲起来像心开就见自性佛嘛，哈、啊。那么伊嘛是正者。那么咱即马求到转来呢，人迄是性界因正个正，咱即马求到转来头诶，就是爱为性界开始。即马相信即个代志，哦，你也要相信我，相信文殊菩萨讲，地藏菩萨讲，普贤菩萨讲，释迦牟尼佛讲诶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哈、哦，念发心是地藏菩萨讲诶。那么当愿众生是即个文殊菩萨讲诶。是大愿王是普贤菩萨讲的，一向专念是释迦如来讲。咱伊相信呢佛性灵的话，迄毋是我的话，哈、哦，啊，佮加上阿育大师的开发，哈、哦，咱启示呢。所以呢，用安尼呢，你若要信，哈、哦，叫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观经的讲，自性心、亲心、甲回向心、发愿心。自性心呢，事上内底讲非绝对的虔诚，在立体当中，自就是究竟，性就是真实，究竟真实心就是一时境界，心无众生三无差别。用这种的心呢，啊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呢，啊来是心做，是心是佛。那么身心呢，就是讲自成心，哈、啊，身心就是要成就佛的一切功德。回向发愿心呢，就是要救度一切众生，哈、哦。所以咱把这个物件呢，啊、哦，做一个总结啦，啊、哦，总结。那么这嘛是感恩大家，甲大家共修十几年，啊，一种呢，咱做一个总结，哈、哦。那么咱行去朝这个方向，啊、哦，看有方够有进化版的无？所以是上久无来，拢会听无，就是安尼，啊、哦，因为咱是会进化。会进化，咱修行会进化，咱希望将来愈来愈圆满，啊，愈来愈周遍，啊，咱爱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啊，所以哦，大家参考，啊，用这个方法来念，啊，阿弥陀佛。